本期您将看到二人转总动员云搭档。下面我就跟童老师一起为大家演唱一段二人转的小帽月牙五更。我打算和赵小波老师同框一个。你那猪卖成可强卖透啊！那还说了，我比他强多了。本期您将看到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总决赛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剑圣夺人。我叫王心怡，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家私企的财务主管。从小就非常喜欢二人转，但是一直都没有老师跟着学习，跟着碟呀、磁带呀什么的学，一句一句的学唱二人转。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宝贝珍藏，这就是我收藏的二人转的磁带和碟子，这些有擀面啊、泼水啊、蓝桥啊、裴情啊、梁祝、西厢，然后剩下的是黄金梦啊，还有楼台会，这些都是我的宝贝，你不许碰，这是妈妈的宝贝。这些磁带基本上和碟子已经绝版了，让大家听一听效果。我问你那句我卖什么，二人转敲响响，是不是效果还不错？下面我就跟童老师一起为大家演唱一段二人转的小帽月牙五更，请大家欣赏。唱段月牙五更。童老师好。挺到位呀，那眼神儿啊、哦！哎，就那块儿，烧烧香啊，拜拜月呀，烧烧香啊，拜拜月呀，背地是我们那个恩呐啊恩呐恩呐恩和爱呀！哎，就那恩呐恩和爱那块的眼神儿，你一来我一往，哎，到位不？太默契，唱的也好，哎，嗓子也亮，哎，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备选搭档。大家好，我叫杨光，是一名二人转唱腔老师。那说到唱腔啊，今天我自己编了一个小段，那接下来我要唱给大家听，也算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听听我的唱腔咋样。在东北有一省名叫黑龙江啊，有一位杨先生，他是个俊俏的郎啊，自幼小喜欢二人转，苦学正戏，模样好，长得强，才高八斗，嗓子亮啊，杨先生一开嗓，大家都叫强啊。杨先生我考进剧团，十里搭腔啊，日日这夜夜呀，就把那美名扬啊，这一晃数十载，不觉得思量，一边慌来二边忙，先生我心里头又奈何方，我一想二人转总动员，心里就着忙啊。怎么样，我唱你够味不？刚刚啊，我唱杨先生，我心里又奈何妨？这我奈何妨呢？奈何我才报名参加咱们二人转总动员的云搭档？要是早点报名就好了。我打算和赵小波老师同框一个。啊，对了，和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俩呢也算是旧相识，但是。这却是我们俩荧屏的首秀，大伙期待不？反正我是挺期待的。好的，我去准备一下，咱们一会儿见。
干啥？快说。你拉倒吧，我看你是仨大钱买个冻杵子，贵贱不是个物。哼，挣一个花两个，他大手大脚哎。雪带毛腰啊，哎呀妈亲呐，杨老师，不是那怎么还说咱俩是旧相识，还卖个关子，那你就直接说不就完了吗？杨老师呢，现在跟我呢，我们两个在省一校教课，已经在一起教课一年多了。啊，女生课我上，男生课他上，真的很棒的啊。就他今天这段戏来说，哎，无论是从做戏还是表演还是唱腔上，哎呀真棒。哎，我说杨老师啊，你也太有才了啊。就是介绍自己家乡住处的时候，你自己还编了一段词，编了一段唱，编得非常棒，非常好。就您今天这段表演呢，我感觉您应该能成为我的备选搭档，欢迎你。接下来请收看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总决赛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本场比赛将由在之前未来赛中脱颖而出的四组类组，再加上复活赛中晋级的一组选手，共五组选手来竞争四个进入下一轮比赛的名额。首先为您介绍现场的大众评审，他们当中五名七零八零九零后各占20%。接下来为您介绍评委老师阵容，他们分别是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和我一样成为老年妇女的偶像洪长江老师，长春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严淑平老师，著名作曲家杨百森老师，德高望重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子平老师，深受大家喜爱的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伟老师，著名二人转作曲家金世贵老师，吉林电视台资深媒体人张璐老师，欢迎七位。本栏目还要感谢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的鼎力支持。而现场大家所能听到美妙的伴奏音乐，出自于小蜜蜂乐队之手，辛苦了！二人转总动员，精彩动员，耶！一起看他们先声夺人。
个去串门啊，转回身来哪个叫了三声他呀，你过来，哎，有啥事儿啊？看看外面没有风丝儿啊，咱们这人抱着孩子去串门，去那个当天会儿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老丈人啊，哎来哎来哎哎哎哎
收拾收拾要回家门啊，丈母娘我留个言啊，车上的米留住啊，怎么回去要排队啊，人家来生产大问题儿，先走人呀，白化肥呀，人家还买菜拖拉机啊，等上你这方向跑了个单上门，再看看朋友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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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简单介绍一下场上这五组我们熟悉的选手。第一组呢是来自于黑龙江小绥化和马岩，他们是成人组第九场第十场的擂主，唯一的黑龙江选手远道而来。那这第二组呢是来自于咱们吉林长春的许志明，他是第一场比赛的擂主，还有他的新搭档彭丽，掌声送给两位。第三组呢是通过复活赛成功入围总决赛的，来自于咱们吉林德惠的张立辉和辽源的林，掌声鼓励。第四组来自于吉林德惠刘正张冬梅，他们是成人组第六七八场三场比赛的擂主，掌声送给他们。最后一组啊是来自咱们吉林桦甸的江有利和来自农安的王东，他们是第28、29、30、31场的擂主。接下来韩老师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谢谢大家的精彩呈现，尤其是有两对反串子掺和其中，就显得更加异彩纷呈。特别是我们东北大娘们，你太招人稀罕了。首先是黑龙江这对选手，女孩的嗓子特别突出，突出的好，而且你的动作呀都非常规范。小男孩身上也挺好，嗓子稍差。二号选手这个女孩也是相当的厉害，丑角嗓子稍差一点，但是也可以。那个小扇子有点磕着点三号选手应该是美丽之星，但是这个双回门啊，你们考虑的不是很严密，我感觉它是现代的一个小戏儿。你这古装戏本身就跳，再加上如果你老掖步，就更不行了。四号选手应该是甜蜜之星。感觉青春靓丽，完成的也很好，稍稍缺点阳刚，女孩的阴柔是够美够了，男孩的刚气差点，就是那使得你在舞台上的呈现啊，给人有一震撼。那么要提到震撼，就是我们的五号选手江有利，东北大娘们儿，那个这次见了面，是那你依然那么俏丽。依然那么烦人。得说每一对选手都有希望，把方才我提出那些个弱点把它纠正过来啊，精神抖擞精神忘跳的进入下一轮，取得好成绩。感谢韩老师，接下来赶紧进入拿手好戏。拿手好戏此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十二强，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我们俩演唱的《韩琦沙庙》是一个母子分离的戏，就在排戏的时候，我的膝盖都跪肿了。
鼠年，别忘了陈门后代不再考状元。去的妈妈，我叫秦香莲。虽说时间不到，娇儿你得面，九泉下听到了儿的声音，为娘也心真暖。兄妹俩没爹没娘，还有谁来可怜？倒不如跟我的妈妈呀一块儿去死吧，也免得妈妈你在九泉之下把儿挂牵挂。青红皂白把他们母子斩啊，他们母子死后到哪儿去不白之冤，回身便把平夫人转，回声相连你要听言，这把钢刀就是陈世美他杀人的证件。轻骑钢刀去到那位包青天哪、啊，旁边的小随话还有马岩，黑龙江籍的选手，怎么样，压力大不大？来这次大赛之前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所以就没什么压力、我们每天都在排练，也就是六七个小时吧，很疲惫，我还可以、主要是我的搭档，我们知道马岩他的身体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因为小的时候一次意外的伤害好像是给他留下了一点点后遗症，现在身体怎么样？还可以吧，有了大家的关心好多了。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你很多一些学二人转的钱都是亲戚帮出的，对不对？对。所以说今天能够变得这么优秀真的很不容易。那告诉我，你家人对你唱二人转应该也很支持吧？对，都非常支持。比如说像你妈妈她是怎么支持你的呢？我爸
爸和我妈妈只能是精神上的支持，所以别的就不可能了，就是没有那么太大的支持了。因为我知道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嘛，你告诉我现在你会不会想你的妈妈？会。很想吗？想不想看到她？想。来，咱们回头看大屏幕。孩子，二人转大赛到了，妈特别高兴，但是遗憾的是妈不能支持你加入入围。这些年你学习当中，妈，你爸和妈没有给你好的学习条件，很对不起你，所以妈心里特别难过。现在你工作了，继续给妈支持，妈心里很是心酸。现在妈有些不用你惦记，就有你大姨照顾我，给你四姨夫炒水。将来有了成绩，你不能忘了这些支持你的人呢。加油吧，老姑娘，你永远是爸妈的骄傲，你永远是妈的好女儿，你永远是最棒的。妈在这方面给你加油了。妈妈在病床上为你加油了。是心脏病的手术，对不对？对。心脏的手术不能来到现场，但是看到这样的画面，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有了许多，有了妈妈的祝福，有了家人的祝福，再加上现场的观众这么支持你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努力，争取比出一个好成绩，然后将来献给妈妈。好，好不好？会的。也祝愿你的妈妈能够早日康复。听听我们金世贵老师对于你们刚才的表现有着怎样的评价。首先我表示对黑龙江的选手到我们吉林来参赛表示欢迎，非常感谢你们。黑龙江讲唱啊，字正腔圆，刚才听到你们两个的演唱真给我那种感觉，就是唱腔非常郑重，是吧？感情也很投入，尤其是女演员，是吧？那个哭迷子唱得非常不错。男演员呢，这个嗓子也不错啊。另外呢，就是转调之后啊，女演员显得唱腔低了，你的高音是非常亮的，中高低非常好，所以以后在演唱的时候要发挥你这一部分音域的特色，是吧？哎，非常好，谢谢你们两位。谢谢老师。好的，感谢金老师，一起看看下一组。我叫许志明，来这儿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互相学习学习，反正得泪如反饮也行吧。来，准备最充分的，非常的完美，这一对演员。恭喜二号选手成为我们第一期的成人组擂主，掌声欢迎擂主闪亮登场。你们俩最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激情，包括这个男。恭喜我们的龚磊方，龚磊成功。那就决赛吧，好好练练，好好比比，争取夺冠。
雕啊，偷偷地往哀家床上倒啊，抱去我的亲生子，反说哀家生个妖啊，真糟心了刘飞的话，那我问罪要开刀啊，免去了我的妃号还不算，还把我打到了他把罪逃啊，比完赛之后这段时间在忙什么？上回比完赛就搁学校出去了，自个儿挣钱，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吧。演出的感觉如何？感觉挺苦的吧？啊，不是很甜蜜啊？其实吧，在台上，别人都以为说是哎，二人转演员挺好，很风光，挺风光。其实啊，在台下呀，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打个比方来说吧，今年夏天我跟着班下乡啊，就是那个由于都住个人家嘛，所以说地方很少，我住了一夏天的地，底下铺了一个丝带片，上边铺了一个褥子，然后直接就盖被，完蚊子还叮，那个蝇子还咬的。哦，很辛苦对不 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慨？感慨半夜就是睡不着觉前写了一首诗，你给大家唱出来，唱一段就是演员掌声鼓励一下，
下啊。佟老师刚才听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对不对？佟老师就这一对演员，就这小女孩我有印象，从身段从李太后的那个表演形式上进步了，但是你的声音就有一点你要控制不住呢，就有点激扭，是控制点音量或者控制点唱。再说男演员，男演员呢我感觉呢有点稍稍的就是转换人物的时候有点稍愣了一点。祝贺你们俩取得好的成绩，好吗？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拿手好戏。少年郎你说话不知身何情，看谁好就当媳妇儿，人家烦不烦？别人家大姑娘我没留一眼，老牛说咱们俩天生就有缘，叫一声爹爹娘啊，女儿我没活够。就是贱民呐，不知照前算理呀。五组选手两个环节的比赛之后，七位评委老师请分别选出一组觉得可以进入下一轮总决赛的，究竟是哪一组呢？来，几位老师请分别说出来。国文音乐提醒您，下期更精彩。